那过来，甲镜头转来去和平镇，民进党籍的官员罗清美成立竞选总部，找来绿色妈妈替伊徛台，温馨感人。国民党籍的立委王惠美嘛真无闲哦，是替共国民党籍的官员林基林甲官员参选人施嘉华披挂彩带加油助阵。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很辛苦的带一些身心障碍孩子，还有一些单亲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小孩，他为我们付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服务，真的我们很感谢他，祝他动算。关于我赖清美关怀弱势，真用心跟努力，因为爱责任在，是这届选战的宣传口号。真侪弱势妈妈也伫新的竞选总部之工，特别来为伊徛台做势。我行的路线就是爱心弱势的这个路线，我希望这次还是一样能够高票当选，会当阁继续为这弱势来发声，予咱的彰化，尤其是河尾、新港、山西一区，会阁较愈较好。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清为罗清美披上彩带，宣布选战正式开始。另外，中华党部主委柯建虎、立委洪宗义、陈素华等地方国旗领袋，也拢出席活动，为伊加油打气。动算动算动算！来，施嘉华动算，施嘉华动算，施嘉华动算。所以来个焦点转到陕西，国民党提名关议员候选人施嘉华是政党的新面孔。伊认为少年就是本钱，努力打拼的精神，会当为何先生做的新活力，带动地方发展。少年人有活力，有魄力，无包袱。那嘉华吼，希望讲吼，以咱少年人的这个观念，会使替咱吼候选人吼这三乡镇来注入新的活力、新的观念、新的改变。竞选总部是伫大会现场，地方乡亲力挺以外，国民党籍地方代表也拢献身徛台，为新人加油打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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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同一天，新立竞选总部的各官员林耕仁，在满满乡亲的支持之下，要挑战连任霸业。啊，这四年来，阿林咧所做的呢，啊，因应该吼，咱这乡亲呢有目共睹吼，啊，所以呢，嘛希望咱这乡亲继续搁甲阿林下来支持，让阿林呢啊有迄个机会啊来议会来管府。啊！搁讨经费倒来，予咱何必新港煞西？李伟用回避为林耕仁挂彩带，由局长谢登林受证旗，正式宣布年底选战开始。林耕仁的好人缘，予真侪机会同事，又拢特别前来徛台做事。阿兵阿兵阿兵！谢谢谢谢谢谢！离年底大选剩无到70天的时间，每一位候选人把握时间，勤走基层拜票，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佮认同。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山西采访报道。